Okay. So let's start it. This is from Japan. You will see something like animation style.好，我们准备要开始了。我已经换手机了。好，我把这个缩小一点，这个有点太大了。OK，这样可以。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肥皂超人出击。好，这是日本上古夫妇做的，今天会跟洗手东西的东西清洁有都有关系。 肥皂超人出击。好，开始啦！我们在吃饭或吃饼干，拿着蜡笔画画，或是在公园玩沙之后，手都会变得脏脏的。你看上面沾满了什么？哎呀，橘、红、咖啡色，还有紫、紫色，还有黄。嗯，有看到很多。 不干净的东西，对不对？对，但是其实仔细看看，这是手指，那个里面有很脏的大怪兽，对不对？对啊，但是你仔细观察一下双手，搞不好你会看到里面有一座首长城市哦。你的手指，你的感觉很厉害。有看到吗？脏污坏蛋，就像现在这样。 准备在手掌城市里面大闹一场，嘘，嘣嘣嘣嘣，看我把街道给弄脏，耶！我可以把这个城市弄得脏兮兮的，太开心了。哦咦哦咦，哔哔哔哔，巡逻摄影机一看到状况，马上发出紧急电波，哔啵哔啵哔啵，通知泡沫基地。 紧急事件！紧急事件！请立刻出动！那个肥皂还在拖地板的时候，听到通知说什么？我要立刻变身才行！变身！啧啧啧啧！肥皂超人一收到紧急警报，就赶快跑到装备区，按照顺序穿上泡沫装备后，迅速到待命区准备出发。又是又是。 然后呢，可以看到他的泡沫基地里面有很多装备，我们等一下再来一起看。我们先直接出发打击坏人。噔噔，肥皂超人装备完毕，我就是拯救手掌城市的英雄。噔噔噔，他身上有什么呢？有水枪，有水箱，有枪袋。 还有脏污分析眼镜，还有抽水机，还有泡沫吹管。然后我们这边有特别有一个学习单元，就是水加肥皂加上搓一搓，就会等于泡沫。所以现在肥皂超人准备搓出泡沫了，合唱了哦哦哦，变出了一个泡沫云，完成，马上一丢。 坐在云上面出发。为什么它泡沫上面有一个针好粘的那个好粘的那个？对，这个泡沫它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界面活性剂的东西，它可以紧紧粘住脏东西，让帮助我们打击坏蛋。那我们在这边就叫它小肥皂。小肥皂为什么它要叫它小肥皂？小肥皂比较好记。好，我们下一个。 哔哔哔哔，发现了，发现了，那个坏蛋在哪里？哇，好多坏蛋哦，到处城市脏兮兮的。肥皂超人到了之后，马上就用水枪喷水攻击，快点走开！脏污发现了，肥皂超人发现对水根本就没有用，他根本就赶不走。然后这边就有特别说，脏污有分为两种，有一种是怕水的污渍，用水冲掉就可以洗干净。 另外一种就是不怕水的污渍，用水冲掉之后，它还是在那边洗不干净，怎么办？现在脏污开始要攻击肥皂超人了，他们两个要开始 PK 喽！大家准备好要帮他们加油了吗？开始，我准备，看我的厉害！
等一下那个视讯一直挡住我。哦，好了，看我的粘污球，泡沫闪躲术，可恶，都被他闪过了。看我的泡沫防护罩，可恶，都被挡住了。再来就是泡沫隐身术，奇怪了，怎么泡沫不见了？最后，肥皂超人用他的水枪出招，滑倒攻击，啊，脏物全部都滑倒了，然后再用泡泡攻击，啊，我的眼睛好痛哦。最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小肥皂攻击，脏物全部都很害怕跑走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所有的脏污都因为小肥皂刺到它的脏污里面之后，整个脏污就浮了起来。小肥皂呢，它有像针一样的地方可以粘住脏污，就可以把脏污冲走。那这里有写怎么做呢？肥皂超人说什么？肥皂超人说，粘住了脏污之后就可以用水冲走咯。现在所有的脏污都被小肥皂团团的粘住了。最后他们使出了大绝招。脏兮兮合体，哦，变成了超级大的脏污，噔噔，它是超大的 monster。哎，好老，我都看不到了。好，等一下，等一下哦。然后呢，这个大脏污合体之后呢，肥皂超人不管用什么小肥皂攻击都没有用，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一号泡沫车。一号泡沫车从泡沫基地赶过来了，他大喊着：“我来帮你啦！”然后为什么？哇，为什么另外一个都是二号和三号的？一号机立刻挤出一堆泡沫，动作快点，动作快点！然后他开始出现了泡沫机器人，滋滋滋滋。然后肥皂超人就进去到了机器人里面，启动。机器人准备作战，咻！然后他说：“好热，好热，好热。”嗯，然后呢？肥皂液呢？它有液体形态的。为什么它这里有一个网子？对，然后那个液体形态的泡沫液，它的罐子里面有一个滤网，就是那个滤网像是我们平常玩吹泡泡的滤网那个圈圈一样，它把它变成一小颗一小颗的洞洞，挤出来用空气挤出来之后呢，那个滤网就会挤出泡沫来，所以泡沫肥皂是因为液体肥皂通过里面的网子之后才会变成泡沫的样子哦。肥皂超人准备好要作战了吗？到此为止，住手！然后结果脏污怪兽就开始攻击了，然后那个脏污怪兽非常的生气，说：“可恶，你要阻止我作乱，我也要攻击你。”然后可是因为肥皂泡沫太多了，结果他就把怪兽给包起来了。最后，终于最后一招，他准备要用水枪。他说：“他怎么数量那么多啊？根本就来不及，我完蛋了啊！我被肥皂超人攻击到，我现在飘起来了。”最后，肥皂超人只好用水枪。大家一起，三、二、一，发射！消失吧！哇！然后脏污就被水冲走了，然后肥皂超人终于彻底打败了脏污怪兽，同时也把脏污怪兽脏的街道清洁干净，街道又恢复干净了。所以记得要把手弄干净哦，而且要用肥皂洗干净哦。有人加入，好，我们再换下一本，因为这本可能难度比较高，而且我小孩看过，他一直在打断我。我决定要找一本是他还没看过的。那个是谁？这个是我们的听故事的朋友们。不是那个黑的是谁呀？是你一直打断我，没办法讲故事。那我要讲一本你没看过的。那个